内政部警政署含着原住民委员会，为着增加全国警察机关原住民员工亲子的互动含着沟通，推动对着原住民传统教育。9月7日办理原住民员工的亲子活动，嘉南高平区伫个石鼓仁德糖厂文化创意园区来举行。那今天这个是我们办的这个活动啊，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谢谢我们原住民的同仁啊。在这个时间里面替警察付出那么多的这个辛劳。平常警察同仁都是最忙碌的，那尤其是假日的时候，当一般民众正在放假休闲休息这个享受家庭快乐的时候可是我们警察同仁还是要出勤要值班。然后我们希望说在这个部分，我们如果能够多举办一些亲子活动亲子能够让大家享受天伦之乐，那一定是能够对不仅是家庭和乐工作效率以及整体的这个活动都能够更圆满。今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也在会场周边来设置法制预防、妇幼以及交通宣导的单位，并带来可爱的小小警察制服，含着小型的电动警用机车，让现场的小朋友来骑，含着翕相。每个市长也落场动作，为现场带来一个欢乐的气氛。哎，是政府，政府。